意式番茄起司豆皮卷的做法是，摊开豆皮，撒上适量胡椒盐，将起司片包入豆皮卷起，豆皮卷下锅煎至金黄备用。切碎番茄、九层塔、香菜，加入番茄丁炒软，加入高汤，撒上香料及胡椒盐调味。收汁后撒上九层塔、香菜，豆皮卷切块淋上酱汁即完成。